五年后的今天，我又在厦门这边继续汉语学习。我相信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缘分。冥冥之中，我与中国福建汉语共与侠语有着不解之缘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接下来我将围绕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这个主题进行一个演讲。首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黄善立，我的爱好是看书，尤其是看关于我的偶像大飞的书。他有句话对我影响很大， If you can find a way to make money for you, you can work under your dad。五年后的今天，我又在厦门这边继续汉语学习。我相信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缘分。冥冥之中，我与中国福建汉语共与侠语有着不解之缘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接下来我将围绕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这个主题进行。首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黄善立，我的爱好是看书，尤其是看关于我的偶像大飞的书。他有句话对我影响很大， If you can find a way to make money for you, you can work under your dad。五年后的今天，我又在厦门这边继续汉语学习。我相信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缘分。冥冥之中，我与中国福建汉语共与侠语有着不解之缘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接下来我将围绕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这个主题进行。首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黄善立，我的爱好是看书，尤其是看关于我的偶像大飞的书。他有句话对我影响很大， If you can find a way to make money for you, you can work under your dad。